承认命运的脚步，从来我不问带着的苦比谁都清楚，说来无助也算是领悟，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让狂风吹乱我头发，就让大雨打在我身上，这一路痛过伤过又怎样，不过是梦一场，为爱我会活得更坚强，为你我要变得不一样，我相信黑暗中那片脚步，从来我不问带着的苦比谁都清楚，说来无助也算是领悟，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让狂风吹乱我头发，就让大雨打在我身上，这一路痛过伤过又怎样，不过是梦一场，坚强，为你我要变得不一样，我相信黑暗中那点微光是明天的太阳。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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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吧？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嗯。我知道了。这张设计图的问题就跟这盘沙拉一样，太完美。你用尽心思和设计技巧，却忘了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直觉啊。继续说。我记得艾米总是说，你教给他的第一课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宝石本身。每一颗宝石呢，都会有它的主题。那么在你心目中，这颗鸽血红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你所有作废的稿子，每一张我都仔细的研究过了，每一张呢都有它不得不丢弃的缺点，但是每一张都会有它的闪光点。比如你看这张，虽然呢你用大小不一的钻石群镶体现了它层次的感觉，但却容易喧宾夺主。相反的，你看这张，这张呢用镂空的设计体现出了空间感，给了红宝石更大的发挥空间。功课做得这么仔细，是应该好好的奖励一下。老板，你看啊，这里每一张稿子都会有至少一个闪光点能够打动到我，那么也就是说，这么多稿子里就会有这么多你曾经灵光一现的好点子。我明白了，你是希望我能跟不同时期的自己、不同时期的作品做探讨跟比较。嗯。嗯。那我们开始吧。好。
你觉得我会赢吗？没想到，你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再自信的人，在碰到结果，如果是他不能承受的时候，他也会变得不自信。其实拍卖成不成功，你爸爸都会为你骄傲。他在乎的是你的心意。 我来跟你说一个跟红尘有关的故事吧。1000多年前，西兰王国火山喷发，才形成了这颗鸽血国。当时的国王赐名为红尘，意思就是上天注定。 公主呢，就将红尘交给了当时最有名的工匠，希望能够借由他的打磨，唤醒红尘的光彩。可惜那工匠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让红尘出现光彩。相传，红尘是需要命中注定的人心尖上的两滴热血，才能够将它唤醒。 你别走那么快，万一我没追上你，你下辈子要认不出我来，那我该怎么办？人海茫茫，等你一刻回首凝望，换一个久违的天。
可是也因为这样，红尘就留在人间，绽放属于他自己的光彩。托人求亲的那位公子又登门了，老爷命人将他遣走，还吩咐大家不许告诉小姐。你说什么？就是那位高僧拼命说是您若是嫁过去必定为他而死的那位公子啊，他又来了。你不是被遣走了吗？怎么又过来了？在下只是想亲口问问姑娘，是否愿意托付终身给我。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喂，小楚，我有事找你帮忙，能见一面吗？我要看一下我的档期，再回复你。今晚很特别，我的好朋友们都来了，而且还带来一位新朋友。小楚，谢谢你今晚来到我们身边，这首歌送给你。
这儿，小主，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过来坐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找明朗吗？那个手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那是明朗祖上传下来的，说是留给每一代的儿媳妇儿。想吃点什么？ 我就不做了，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我拿着工作室呢，有一份租房合同要签，但是有一些法律条款，我看不太明白，所以想咨询你一下。明朗，顺你特别专业，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是有关工作的事宜，请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找我的秘书预约我的时间。我的咨询费是一小时200美元，这次就算了。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我一定追究你们。再见。 老规矩，你不和他喝一杯啊？谁啊？怎么喝那么多呀？又是明朗那个混蛋。 干得漂亮！来，干杯！不过要是我呀，我就再甩明朗一个大耳光子再走。可是你回绝的那么精彩，为什么要坐在这喝闷酒呢？因为我后悔了。是不是特别没出息？何止是没出息！ 简直就是犯贱！你说的啊？是啊，但是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帮徐婉来做咨询的话，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他了呀。好吧，对这件事呢，我也没有什么说教的立场。我刚送上门给汪哥嫌弃了。 我舔着脸来这儿找他，他早就跟着徐婉来出去了。
为什么我连犯贱都得排在徐婉玲后面啊？啊，来来来，喝酒喝酒。还是赵局比较幸福。是啊。你那天是为什么呀？啊，不是说好去道歉吗？跑到那儿去跟他大吵一架，你是在耍我吗？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把肠子都给悔青了，都怪齐唐在旁边饿死鬼投胎，不停的喝水吃饭，喝水吃饭，对，我都快烦死了。那，乔楚。看在我俩都倒追男人百折不挠的份上，你就再帮我一次，这次我绝对听你的，你就是让我跪在叶昭觉面前都行。他不理我，我都快郁闷死了，攒了一肚子别人的坏话都没地方吐槽。好，我答应你。那这样，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接他。一言为定。祝你早日和你家昭觉和好。好，那也祝你早日把徐婉来踩在脚下。干杯。正合我意。梦是醒不来的渴望，牵你的手，温暖我冰冷胸膛。漫漫长夜，寂寞是我疗伤的力量。痛过了，就不怕思念张狂。路像这不断的忧伤，迷雾中看不清。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Pleasure is mine. Hello, wonderful la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auction.Let's introduce our lodges.
齐先生设计一定很精彩吧？麦克的呢？他原本已经上交了一份，但今天有新灵感，又重新再递交了一份。麦克说，他的新灵感来自于你，所以你是他的 Muse 女神。There's a picture. Look at here on the screen. 开始了。线条有些僵硬。And then the three judges feel very disappointed. Now it's 2 points, 1 point, and 3 points. 目前最高分只有6分，我们还有机会。There's a picture on the screen.This design is called Pure Love. The designer is Mike. You 抄袭，不要脸。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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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Hey, relax. 这耳钉的设计本来就是 DMR 公司的，更何况麦克做很多细节修改。How dare you say you are a designer? I'm a businessman. I design jewelry for benefits.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DNR had to exit from Chinese market, right? Not sure about that. You have a good night. 坐吧。坐什么坐？他抄袭不要脸。The first is 10 points. Second is 10 points. Last is 9 points. Applause. Congratulations.Design picture on the screen. Look at it. This design is called Nirvana, and the designer is Chi Tan. Okay, look at the charger. First is 9 points.
원에서 10 points. 我没说，你看还有机会是不是？ 要亲自到现场来选择他更倾向的作品。辛苦了。没想到齐真有那么精彩的设计。 Because he never copy others. 你英文进步真的挺多的。我从香港帮 Miss Eunice 拍下这个宝石，麦克，他也是我多年好友。其实我打心里就很敬佩齐真。 说句公道话，现在局面就等于齐先生在跟自己的过去做对抗，不管谁输谁赢，荣耀都是属于你的。你错了，现在不是设计跟设计之间的较量，而是一颗真诚的心跟商业利益的对抗。 Momen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This is Michael's design, and this design is by Ching Tao. Please. You like it? Yes. From South Africa. Got a ruby from Burma. This is a lifetime work. You see the diamonds coming in from South Africa on a platinum setting. A pigeon ruby. A nice design. The pigeon ruby is a resemblance of the heavenly chi descending. Oh, okay. The hot rain of summer. A romantic reminiscence of a summer evening. Got a ruby from Burma. So beautiful. Thank you. The design of the heavenly chi coming down on us. This red color is very interesting. I like it. So, my goodness. Thank you. Stop! I want to speak something. I can tell you the good. No. The better one. I speak, you decide. 你想说什么？我要告诉他哪个更好。我说，你帮我翻译。这款设计呢，名字叫做《纯真的爱》。This design is called pure love. 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世俗和名利，让大家开始怀念失去的纯真。 相信 Mr. Yours 也是因为这份纯真的感觉而倾向于这个设计。可是我们的人生不会永远纯真，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块红宝石，不经历磨练，只会是一块暗淡无光的石头。只有经历重重打磨，才可能变成一块熠熠生辉的宝石。纯真固然可贵，可是我觉得更可贵的是。 在经历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和世俗名利，还能保持火热的初心。You will never see the rainbow without rain and wind. Nirvana brings rivers.
We must remember our original inten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每次见到你们都有惊喜。谢谢你，戈登。希望很快再见。希望再见。下次再见。下次再见。走吧，齐总，手续已经办好了。等邵总的款到了 Mr. Yunus 的账户，我们就可以把宝石拿走。辛苦了。好的，齐总，那我先走了。说实话，薇薇姐，真的很生气。不管怎么说，齐总他跟你交往过，对吧？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他怎么能看上？哎，也太 low 了吧！那你呢？珠宝设计大赛新人奖得主，齐唐不也没带你去迪拜？其实我在乎的根本，我在乎。等一下，恭喜你啊！我刚看了新闻。谢谢，谢谢。哎，车。哎。Sorry。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还飘着雪冷冷的季节，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暖暖的幸福。